大家好，我是吴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秘境探险三》，我已经到达沙漠中的亚特兰提斯了。我的天哪，哇哦，哇，这个还会动哎，超帅的，动完了。沙漠中的亚特兰蒂斯，超酷、超炫、超没路，超级没有路。我们要怎么下去？对啊，看另外一边，这里应该有路吧？这里到花园呢、欸。哎呦，这里也没路，可是感觉这里可以走啊。哎、欸，有水池哎、欸。竟然有喷水 This is how 池！the city could thrive all the way out here. 这里是沙漠吗？The whole place must be fed by an underground spring. 好喝吗？It's clean. 干净的。It's amazing it's still running after all these years. 哇，梳妆打扮一下，你们都不怕敌人哦？结果我们不开门，敌人就不会进来，所以我们把门打开了，敌人就会来了。怎么了？天色变暗了，天狗食日。今天是月日食。Now that's a hell of a thing. 美到不行。哎，怎么了？谁中枪了？哎、欸，No. 苏丽胸口中枪了！No. Please. Sully. 苏丽，苏丽死了！假的！我们要跟他们拼了！我去跟你打！他在哪里？可恶！他们跑了！居然得我跑了！可恶！可恶！可恶！得我滚！滚开了！滚开！哦，揍你！我揍你！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打我嘞、欸！呜、哦，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找我？这是什么东西？什么超自然现象？发生什么事情了？哇、哦，又来了，又来了，又火焰的抵抗！哎、欸，火焰人，火焰人。好难打哦，请你吃麻辣。我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打。哎呦，有点恐怖了。人呢？我现在要出来，出来就会有人打我，我就知道人在哪里了，在后面。嘿嘿，在跑啊，喜欢躲躲藏藏。会，走，我走。喂，走开哦，走开！喂，开始了，离我远一点！哦，哦，现在好恐怖哦！哇，呀，揍我揍我揍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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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揍身！呀，再揍！哦，又来了！他们这到底是什么啊？我看了都觉得很恐怖哎、欸！会爆炸的哎、欸！他在后面！哦呦！炸起来了，炸起来了！哦呦！
快躲起来！哎，居然没死！居然没死！这发生什么事情了？哦哟，结束了吧？不要过来！哦，消失了，消失了！还有吗？还有人！还有火焰人！哦哟，来了来了！哦，不行不行，在这边打了。我们要躲一个，找一个安全的地点。这一次要走回中间，走回中间塔住，不停的移动。来了，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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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又发火了，要去哪里啊？哎，怎样有秘宝哎？哎，他爆炸了，他是发怒了是不是？哎，在这里。这里有吗？有吗？这样可以吗？我不要换子弹啦，我要换枪啊！哎，这一把枪可不可以捡？再来，再来啊，再来！哎，这里有一个火爆分子。等一下，等一下，这一把好像更好。不要，不要走啊！出来啊！一人一个，就这里啊！哎呦，我被偷袭了！居然在我面前，走开啦！还有吗？这天狗十字这么恐怖哦！哎呦哎呦哎呦！不要跑啊！哦，消失了，消失了，消失了！他终于在我面前消失了，啊，噗噗了，马上就噗噗了。哎呦，这个又来了，他们又近距离开我，走开！哎，他们好强哦！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现在要近距离，他们要近距离搏杀。呀！可恶！哇！打退了！换下一个，从这边来。我打爆你！打爆你！哎呦！没有子弹，打到没子弹了。那里还有枪，捡起来。不要来了！哦呦，这个应该是消失了吧？还有哪边有人？超恐怖的，看到对面去。哎，现在我可以走下去了吧 ？Might come in handy。走到这里，哦，我终于可以去追那些死老太婆了。苏丽，你的仇我一定会把你报的，我一定要为你报仇，苏丽。你眉毛怎么都变白色的？哎、欸，他做什么 ？Come back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你这个 bitch， 你带我回来，我一定要追到你。这里都死人了、欸，没有在追追跑跑，他又要跑去哪里呀、啊？不要跑啊！出来，出来，不要跑了。他上哪了？哎、欸，这里是城市。这是我一开始回忆的城市。我在这边偷香蕉哦。Oh no！ 都是蜘蛛，要跑了，要跑了！怎么会长蜘蛛出来？好恶心哦！这一定是做梦，
其实苏丽没死，对不对？我只是在做梦。你被我下毒了，所以我在做梦。我要赶快走，赶快走。前面有那个状况。哎、欸，我怎么变小孩了？呜、哦！哎、欸，快掉！哦，这也是我在躲避那个，就是那个马洛的手下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小孩时期在上面跳来跳去的地方。再跑，再跑，再跑！哎、欸，这里太多了，不行，要往这里跳。哎、欸，被抓到了！这时候苏丽就来救我。苏丽 ，no， 这段已经重播过了，原本不是苏丽的，原本不是苏丽的。No，stay away。Oh no, what is this? 所以刚刚是我开枪打死苏丽吗？ It's moving. I gotta get out. Gotta get out of here. 我们中毒了。Oh, no, no. 我们又中毒了。No, can't do this. What is this? What's happening? 所以苏丽那一枪是我开的。现在怎么办？我没事吧？很不好哎、欸，非常。我现在要走去哪里？这里有一个门，我被困住了。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哎、欸，等一下，这里有一个榴弹枪。走路走一走，还可以顺便拿一把榴弹枪。我直接把门炸开。哎、欸，看来不是。这个。Oh no！ 有人下来了。Oh no！ I'm gonna kill him。这样还要杀、哦？这实在太难了吧！给你一发了，冲过来了，冲过来，再来一发，再一发，再一发。哦，剩一发了，剩最后一发了。哇、哦，没有了，我没子弹了。Kill Sully。I'll kill you. You killed Sully. 你们杀了苏丽，我要杀了你。喂、哎，哦，最后一个人了，是不是？不要再出来了。哎，哦，哦，近距离爆破了。要从哪边打过来的？要从这边。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烦哦，这火都好烦哦！退闪，退闪，退闪！这里有榴弹枪，怎么办？现在要怎么办？现在我要去哪里？哎、欸，门开了！哎、欸，恶魔？什么恶魔？诞生于火焰中的恶魔是真的！哦，他们跑掉了！一次两个，还有人？还有人吗？哦，超凶的，他们超凶的，一不小心就会死。继续往前走。哦，好扭曲哦！不要这么扭曲，这么扭曲要怎么打？带你死！带你！再来，再来，再来，好紧张哦！不要不要动不要动！哎呦呦，有这个火箭筒，到底从哪里打过来的、啊？我的天哪、啊！这样子可以吧？这样会死吧？这样会死吧？这样会死吧？嗯，出来哦！哦，又来了，这样会死吧？哎呦呦，他又瞬移了，走开！哦哦，都打完了，解下枪了，没枪了，没枪了，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这里有一把榴弹呢、欸，
拿着拿着拿着，苏丽在前面。Sully， 怎么可能 ？Sully，Sully， 不可能啊！刚刚他不是中枪倒地了？要按这个是不是？哎，流出水来了、欸，这是干什么的？有人在那边走，谁在那里？那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站在这？要转什么？哦，转动它。哦，下面是时光镜，时光镜哎、欸，提前反应的时光镜。所以我要走到哪里？我的人呢？我的人呢？不见了。哎、欸，我看到了。又要转吗？又转了，又转了，我要去转了。对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中间这个到底是什么？哎、欸，这个是恶魔吗？结果恶魔是由我启动的。哦，什么东西？结果真正的恶魔是我。我的 ，Oh my god！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在这边只看到一堆死人骨头、欸，哎。发生什么事情了？对啊，这里是哪里？好恐怖哦！这个又是什么？旁边 好多死人哦，莫名其妙来到这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走下来了，这是地下哎、欸！哇，他们杀进来了。可是他们有火焰的哎、欸，做白日梦22章，我们现在要去做白日梦了。所以刚刚是我在做白日梦吗？火焰中的恶魔，只是幻想而已。我们今天的实况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拜拜。地方都要塌了，你们还在打？这些人真的有病哎、欸！他们不在乎自己被埋在这是不是？我会怕啊，你们不怕我还怕哎、欸！给你们吃麻辣了，给你们吃麻辣，一颗两颗。哦呦，尽快找到出路。